今日本所接获一名学生报案，称当日中午骑乘机车至本峡打工，晚间下班时发现原本放在机车上的安全帽不翼而飞。经警方调阅该路口的监视器，发现一名男子徒手将帽取走，骑机车离开，然后到附近加油站加油。警方随即就通知该窃嫌到案，全案依刑法窃盗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